特别是经过了2023年旅游业的快速复苏，我们正在迎来繁荣发展的新格局。这不，今年新年刚开始，我们看到无论是哈尔滨的雪花呀，还是各地的繁花，旅游业的春天真正到来了。好的，那您今年上会带来了什么建议？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两个？总体来说，推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一个呢，我带来了这个其中一个提案呢，就是要关注导游领队等一线旅游从业人员他们的职业条件、社会声誉的提升。第二一个呢，是关注人脸，就是人脸识别技术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不宜过多，那要一定要做到依法有据。我们在无论是在旅游的场景还是其他的场景来设置人脸识别的这种技术，要保护我们的安全，保护我们的游客的隐私安全、数据安全，